刚刚是用瞎子丢我？什么时候才要说他是细苏？技术上来说，你们早就知道了。还丢？神圣的水龙，您为何在此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我姐妹拉雅跟我要修补世界，让所有人变回来。要让所有人变回来，我要帮忙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，那太危险了。这里不是只有你被装魔夺走家人的。拜托，让我帮忙。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好好的修理那些装魔。是我大哥捧过的魔法。